下面我给大家讲解严守洪拳。奥部合手以后，严守洪拳啊，重心微微下沉，然后松右胯，松右胯，重心左移。这时候呢，双手逆缠啊，先把重心这个移过来，然后双手逆缠外分，身体呢随之这个是左转，两手拉开啊，两手打开的时候是顺着这个整个身体和两腿的方向是一致的啊，不要让它偏了。松右胯，移重心，松左胯，开手。这时候右脚尖微微嫩扣，然后身体继续左转，两手画弧向上，重心由左腿向右腿上移，然后松胯下沉，右手变拳到腰间，左手呢立掌，在这个胸前立掌。然后严守洪拳是左肘向后击打，然后右拳呢向前击打啊，形成一个前拳后肘一个对拉力。这个劲呢要讲究从劲起于脚行于腿，通过这个腰裆啊，肩肘达于烧结到拳上啊，这个劲力要顺达。看一下啊，然后你看劲从脚上起来的，微微松右胯下沉，重心微微向左腿上移，然后身体快速的左转，左肘后拉，右拳前冲，成这个劲啊。这个拳击打的方向是顺着腿的斜前方往前，不要打到这个身体的正前方啊，这样子它有一个劲力顺打啊，力点呢是由脚到腿，通过腰裆啊肩肘达于烧结。左肘向后击打呢，与前边这个拳形成一个平行的力量。下面我们一起把严守洪拳练习一下，翻过来，合手斜前方，走，一，打开，二，上合，下沉，三，向后蓄劲，四，来收，好。下面让我们再来一次，翻过来，合手斜前方，走，一，打开，二，上合，下沉，三，向后蓄劲，四，来收。在今天的太极拳法讲堂里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氏太极拳发劲的要点。陈氏太极拳这发劲讲究是松活弹抖，这个要点是劲起于脚行于腿，通过腰裆肩肘达于烧结啊。这个一个是利用地面的反弹力，然后呢到这个腰裆这里呢要快速的拧腰扣裆，这样子呢才能把力继续往上传导啊。你看这里有几个发劲的方法，一个是利用拧腰扣裆打这个肘劲，肘劲，这个
肩靠，这里严守洪拳，在这呢，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严守洪拳发力这个用法。首先是与对方相遇的时候，对方出手来打的时候，严守就是用这个左手分开对方那个进攻这个拳，下压以后上步，然后快速出拳击打对方的胸部，这是前面打的动作。同时呢，我们这个发力呢还有一个旋转，这时候是怎么用呢？是对方从背后如果快速抱住我的时候，我们利用这个太极拳讲究的离心力，这个一转动将对方甩出去。东武太极